薛珊珊。世界上最糗的事，应该是连续在老爸和心仪的人面前摔倒吧。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啊？老天为什么要这样惩罚我？你鬼鬼祟祟干嘛呢？嗯 ，Are you OK？ 我还不 OK。起来吧。其实你好帅啊。走，我扶你进去吧。